超高颜值的贝克汉家族一直都是大家羡慕嫉妒恨的对象，讨论度几乎远胜于老爸的布鲁克林，更是潮流小王子，也有不少铁粉，而他的绯闻对象大家也都认识，就是他。外表看似甜美，换上衣服就会 kick your ass 的超杀女克罗伊·摩雷兹。超杀女近期还在节目上说到与布鲁克林旧情复燃，然而克罗伊·摩雷兹还表示大方公开，不耍神秘，也许就不会有人在乎。于是就在他自己的网络上大胆 po 摸摸照，不是，是恩爱照，瞬间让网友傻眼。因为这布鲁克林的手不知道在摸哪儿，贝克汉夫妻俩是不是要处理一下？